月十四号星期日下午15:05，巡特警支队反扒分队在火车站展开持续反扒工作时，发现了前几日在火车站李先生店扒窃单肩包的网红嫌疑人。反扒队员当即跟随其乘坐四路公交车至二医院站。15:20，当嫌疑人再次作案时，被反扒队员当场抓获。经初审，嫌疑人曹某，辽宁抚顺人，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来吧，边儿。